由东莞处所举办的第三届长滨双浪金刚马拉松即将在5月6号登场了。报名的期限呢是到3月30号为止，邀请爱好运动跑友们可以到长滨来欣赏道浪及海浪双重美景的双浪马拉松。东莞处所办理的台东长滨双浪金刚马拉松已经迈入第三届了。今年的双浪马拉松将在5月6号隆重登场，绵延在金刚山与太平洋之间的金刚大道，每到了春夏交界之际，两旁的梯田就会遍布稻穗，随风摆动的稻浪再加上远眺太平洋沿岸的风光，稻浪与浪花的美景在晴空下相互呼应，路跑的选手们可以就这样徜徉在美丽的东海岸风景里。台东长滨双浪金刚马拉松比赛的报名从即日起开始到3月30号为止，这次比赛的组别分为 42K 全马组、 21K 半马组还有 7.5K 热火组，赛事的路线从长滨国小出发，不论组别到了 3.2 公里处一过弯就能够立刻踏上金刚大道，两旁一望无际的稻浪与辽阔太平洋的海浪立刻映入眼帘，一路上眼睛中勇、长光、真柄、静浦等部落，沿途还会经过金刚大道、八仙洞、北回归线、长虹桥等东海岸特色景点，跑友们可以透过双脚踏访在地多元的风貌，细细品味台湾东海岸的绝美景致，沿途还会有当地原住民啦啦队敲锣打鼓、手舞足蹈，为跑友们加油打气，一起奋力完赛。冠军将获得总价值12,000元的奖金与等值奖品。电视机前热爱运动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记者安启伦，长滨乡报道。